仔细盯着显微镜，三种华东地区常见的寄生虫就在里面，民众看得心惊胆跳。是那个生肉不能吃，跟山羊肉不能吃，还有那个猪肉也不能吃。根据统计，华东地区每十个小朋友就有一位体内有寄生虫，盛行率全国最高。医检师干脆让民众把寄生虫看个清楚，生活中更能小心防范。尤其是学童的这些蛲虫，还有一些关于特殊的像蛔虫这一些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，刚好借由这个机会可以教育民众，就是除了成人，还有就是成人可以带给小孩这些卫教的常识。另外一头，民众在拨片滴上不同的试剂和血液，接着搅拌或摇晃，等待试剂的变化，体验医检师的基础功夫验血型。刚才这边的是黄色，脚黄色这边的是，而且有沙沙的感觉，就是 B 型。医检学堂让民众在趣味中学习，得到更多的健康资讯。这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庆祝医检师节的方式。对医疗团队来说，民众的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大爱新闻洪启文国家花莲报道。